各位可不要被 Tunic 的可爱外表给欺骗了，虽然游戏色彩鲜艳，颇有种塞尔达传说之梦岛的味道，伴随着悠扬静谧的音乐，玩家将化身为一只可爱的狐狸，挥舞着手中的大剑，但实际上游戏体验相当硬核，基本上可以说是对玩家思维和战斗能力的一次考验。和主角可爱的形象相反，游戏中富有挑战性的战斗和复杂的谜题让我措手不及，但当我清理思路攻克难题后，我才发现游戏其实设计的相当出色。对于 Tunic 这款游戏，我最喜欢它的一点就是它和很多古早游戏一样，处处展现谜语人本色。实际上 Tunic 可能比谜语人还要谜语人，其中的对话和文本都是用一些让人看不懂的字体展现出来的，游戏也没有任务标记、提示或者是任何辅助元素，一切都需要玩家通过直觉来判断。少部分内容可以通过探索和收集散落在游戏世界各个角落的指导手册习得。这本小册子和 NES 时代游戏的包装盒一样，上面有一些手写的涂鸦和注释。当然了，这本手册依然是用 Tunic 游戏世界中独有的语言来编写的，不过我们还是可以从里头的图像上找到一些线索和方向。根据实际游戏体验来看，手册上的信息确实非常重要。在游戏早期的 BOSS 战中，我被他们打得毫无还手之力，而这主要是因为我没有仔细翻阅手册，错过了战斗要点而导致的。回想起来，这确实也是一种十分巧妙的设计方式。除了研究指导手册以外，其余时间玩家需要探索游戏中的世界，深入地牢，通过砍杀、格挡、冲刺和翻滚来打败游戏里各种各样的敌人。更重要的是，在获得武器后的一段时间里，游戏并不会教给玩家任何新技能，反之，各位需要灵活转变战术才能打败游戏中的各类敌人。这其中不仅包括灵活组合并运用各种基本操作，还包括摸索使用那些根本不带任何说明内容的道具。从炸弹到魔法物品，游戏内的各类道具都隐藏在散落于世界各处的宝箱里。此外，玩家也可以选择从一个看似可怕实则无害的店主那里购买物品。比起猛搓手柄，弄明白每个道具的作用并围绕着它设计战术，这更能提高各位战斗的胜率。不过有时候这两者缺一不可。在游戏的众多道具中，我最喜欢的就是前面提到过的炸药。在游戏早期的流程中，我们就可以获得这件道具，而它的实用性也非常高，基本贯穿了整个游戏流程。炸弹既可以用来快速清除成群的普通敌人，也可以在 BOSS 战中一次消耗敌人的一部分血量。不过由于游戏中存在一定的物理属性，所以这些炸弹实际效果具有不可预测性。此外，不论敌人体型是大是小，他们都不是好对付的角儿，哪怕是那些最普通的小怪都能打掉玩家不少血量。敌人的 AI 设计并不是特别聪明或特别愚蠢，但他们都能造成比较大的伤害。体型稍大的怪物移动更慢，但输出也更高，所以在面对这类敌人时要多加小心。此外，游戏只能在地图上的神庙处进行存档，那里有一处燃烧着的火盆，存档后可恢复角色的生命以及魔法值，但代价是所有敌人的状态将会重置。怎么样，是不是有点黑暗之魂的味道了？接下来我们再来聊聊游戏的 BOSS 战，他们的数量不少，难度不低，让人印象深刻。 Tunic 中并没有难度选项供玩家选择，玩家只能做一件事，那就是自己琢磨。在指导手册里藏有一些简单的出招提示，当然你也可以自己摸索出来，但不管怎么说，这些内容对你的战斗来说至关重要。不过比起攻击技能，更重要的还是闪避翻滚的操作，它能让你进入短暂的无敌帧，给你一丝喘息的机会，这是每个玩家都必须掌握的技巧。在最终击败 BOSS 的那一刻，你会获得满满的成就感。就和经典的俯视角塞尔达传说游戏一样， Tunic 呈现了许多类银河战士恶魔城游戏的元素，而这也是我喜欢它的一部分原因。当你看到一些无法达到的地方、打不开的门或者是没法激活的东西时，自然会知道自己要去找对应的解决方法。当你解决这些问题后，随之而来的就是巨大的满足感。总的来说， Tunic 的世界设计也非常可爱，地面上的世界色彩缤纷，每个地牢也有着独特的设计，从传统奇幻世界的蜘蛛洞穴到充满科幻风的修道院应有尽有。 Tunic 的神秘感直到游戏的后期才会显现出来，费解的难题层出不穷，但即便你感到困惑或陷入死胡同，到了最后总能发现新的线索，这种设计贯穿整个游戏。而在此期间，玩家所积累的知识将化为前进的动力，推动着角色继续去探索这个世界，并找出藏在背后的秘密。不过就算玩家已经通关了游戏， Tunic 仍然留下了很多谜题让各位去解决。
顺带一提，如果将游戏中的各项要素拼凑起来， Tunic 其实讲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同时我也要承认，游戏的结局我并不是特别满意。对于我来说，我觉得这趟时长15至20个小时的流程，过程比结果更重要，但对于正在看视频的各位来说，或许会有不同的感受。本作的主角是一只可爱的橙色狐狸，但各位不要被游戏的外表欺骗了， Tunic 可一点都不简单。玩家需要仔细研究看似直观却写满不明文字的游戏手册，搭配灵活的操作来解决各种巧妙谜题和高难度战斗。 Tunic 能给玩家带来应得的回报和满足感，绝对会让各位回味无穷。